其实，娇红它还是一个新牌子，它的钱财性价比比较高。造型上呢，有收藏中级别。我们要怎么把它打开呢？大家想一下，你看我这样开也开不了，这样开也开不了。然后一二三，底儿，秘密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琴弦给你的一个反弹力，你每弹一个音，你能感觉到你跟这个琴之间的那个连贯性。那像这种琴，你一弹，真的就是有手感，就是你不自觉的就会有那个感觉。Thank you.